要做什么？谁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？把那个给我！要做什么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来告诉我，死吧，死吧！
要做什么？孩子已经是最棒的宝藏。人是恐怖的错误。
在黑暗之中，你分不清上下左右。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？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你的灵魂会溶解。你一点都不懂溶解死，我来教你。很注重基本礼仪。冰霜比金牙更美丽。
在哀嚎。是谁吗？让我来告诉你。完工了。有同学知道新艾萨拉在哪里吗？神铁矿坑是我的。神火，神火。你一点都不了解死神，我来教你。
赦免仪式开始。要做什么？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沉溺在悲伤中吧，悲伤中吧。什么？我死了一半了。
下次听我的话了。大概呢，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
我的手牌太多了。你是故意的吗？你是故意的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让我来告诉你。手牌太多了。你是故意的吗？人有听过，在黑暗之中，你分不清上下左右，死吧！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No, no, no.
帮人要钱。快点啊！你是故意的吗？根据我的推算，你要冷静一点。中吧，这场你